我的武魂是兔子，你呢？蓝银草，兔子不就是吃啊草的吗？你住哪？我们一起啊。这样才可爱嘛。赶紧回自己寝室吧。改一下吧。天生满魂力，根据我这么多年对武魂的研究，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可以替骨魂灵。你们要感知自己的武魂，把它当成你们身体的一部分。史兰克七怪是一个整体，大师说过我们要信任队友。 你们应该亲眼去看看，在这片斗罗大陆上还有多少个天才？武魂城诛墙对阵，只有最强者才能进入决赛。所以少年们，努力吧。史兰克七怪，必胜！必胜！上！要赢就靠你们自己。小五，这次大赛冠军肯定是武魂殿。 最后的冠军只会是史兰克学院，为史兰克而战，为未来而战。